Hello， 我是薛玲玲，老师没教室。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什么主题呢？在 AI 里面，如果你要使用咖啡色来进行印刷的话，你必须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。不管你今天要设计任何商品，如果这张档案你要拿去印刷的话，你有使用到大量的咖啡色，请务必要注意一件非常重要事情，那就是在 CMYK 的数值上，请尽量做一点小小的微调哦。将画面移到我的桌面，目前你们会看到两个色块，乍看之下是会觉得这两个咖啡色颜色非常相近呢。那我们用滑鼠点一下左边的色块，你会看到 K 的部分它是有数值的。我们将滑鼠移到右边的色块，在这里你会看到 K 的地方是没有数值的。首先，当你的颜色只要加入 K 这个颜色的话呢，印出来的颜色就会比较深。尤其如果你今天是印咖啡色的话，今天如果你是设计像巧克力包装，需要使用大量的咖啡色，有时候你在电脑荧幕上明明看起来颜色就不会到非常的暗，可是印刷出来颜色却会非常深，那就是这个色块里面你加入了大量的黑。你希望印刷出来不要太过深的话呢，请尽量在 CMY 三个数值里面慢慢微调，去调整你要的咖啡色。除非说你今天的咖啡色已经确定要比较深的话呢，你再使用到 K 哦。我曾经呢就是要印刷一组明信片，我画面中使用了大量的咖啡色，而我在数值上 K 的部分又给了太多，导致印刷出来咖啡色颜色变成非常非常的深。那我以上这个分享呢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，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型主题的话呢，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哦，拜拜。